们的送礼是用最好的选择，还有我们特色我们的食品啊，很棒的哈、哦。那么要到市区还有一段时间，先买个小小点心吃吧。好，我们在自由飞地区的球，那么也可以慢慢的准备收起来了，谢谢你们。大会广播，大会广播。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，细流体验部分已经结束了，所以目前持有票券的朋友有两个选择，大家不用担心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进行全额的退费，您可以持有您的票、完整的票跟票卡到我们售票亭退。第二个选择，你也可以保留您的票卡，约500元是可以到便利商店或是捷运做使用的，所以您可以保留您的票卡，像一般的一卡通一样可以做使用，而且票卡是纪念款热气球限定的版本，所以您手上有搭乘气流票卡还没逼过的朋友，可以到售票进行退票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那么主持人又回来了，特别再给我们大家说明一下哦，不是我们不做气流体验哈、哦，民航局的规定，那么每一天都有一个中昏时间，那么只要是太阳下山了，那么有一个法定时间，超过那个时间就不能够再做气流体验哈、哦。那么主要还是为了安全，因为如果黑了，那么飞行员在天上看不到地面，那降落的时候当然就危险了哈、哦，还是为了。遵守法令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那么必须跟您说抱歉，那么留一些遗憾，让我们下一次的相逢更有理由吧。明天早上5点，那么我们一样在美丽的大草原热气球等着大家，一起来疯台东。